曼妮，你好。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离我写这封信已经是三年后了。当你第一次出现在录音棚的时候，我看着你紧张与慌乱的样子，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么的可爱。与你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，我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心里的某种变化。你的演唱，我真的不敢相信。那一刻，已经被你的表现深深打动。通知我明天早上去上班。哎，你知道给谁录小样吗？林飞，就是那个给天后作曲的林飞。哎，去，谁跟你一样见一个爱一个？好了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明天一大早还得早起呢。拜。调一下呢，曼妮是吧？你来试唱一下这个谱子吧。曼妮是吧？你好，我是林飞。你好。来，先喝口水。谢谢。不要太紧张。准备好了，告诉我一下。好。我准备好了。当我爱上好朋友，明知他有女朋友，心中默默告诉自己，做朋友才长久，不愿只做假朋友，说出内心的感受，但结果只会让自己好像对我的工作还挺满意的，这几个月只要录 demo 都是找我。怎么又花痴了？他工作的时候很投入，有的时候又很严肃。对了，他喜欢在工作的时候喝咖啡，那种滚烫滚烫的黑咖啡。这么巧，曼妮也喜欢喝咖啡。对啊，我给你也准备了一杯，尝尝吧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
这杯子挺特别的嘛。你喜欢就送给你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听你唱歌，真的会爱上你。想不想唱给更多人听？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在录音棚里试唱，面对太多人，我可能唱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呀，一定会为你写一首歌。宝宝，飞还在工作吗？别老是忙工作，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我知道了，不过我最近啊还真遇到了一个女孩。你可以交往试试看嘛。嗯，我会仔细考虑的，放心啊，老妈。好，拜拜。给我讲讲你的爱情故事啊，这样也许会给我一些灵感。这个嘛，是不能说的秘密。那像你这样的女生会渴望有一份什么样的爱情呢？我嘛，不告诉你。曼妮，我要离开几天，等我回来，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大礼。真的？等我回来。3年来，每一天都好长，每一秒都特别煎熬。我真的很想他。这是他留给你的，你拿去吧。新的开始，阿姨也希望你能幸福。喂，
喂。那天，当我接过你送我的咖啡杯的那一刻，我确定我已经爱上了你。可我竟然不知该如何向你表达，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会不会因此陷入尴尬。我想为你写一首歌，一首只属于曼妮的歌。在这首歌里，已经把我这份感情寄托其中了。现在写这封信，之所以选择在3年后寄给你，是我想给我们留一段更长的时间。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，我们彼此分开，我最终没能亲口向你说出，但你仍会看到我写给你的信，这里面已有我想对你说的全部。曼妮，我爱你。林飞，2008年12月。空荡房间布满尘埃和遗憾，时间残留你的气息早消散，偶尔想念有你的烛光晚餐，可大多数时候我已经习惯。